我叫张浩东，我弹的乐器是唢呐，然后来到泰国以后接触了非常多的泰国乐器，这是原来我在国内都是没有见到的。教我们的乐器老师都非常的用心，有在很努力的把我们从零基础变成现在可以完整的弹一首歌。在前几天，我们去泰国艺术大学进行了表演，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，也同时见证了泰国非常多的文化。如果能回到中国，我一定会将这份文化和知识带给更多人的观赏，去欣赏来自泰国的美。谢谢。我来泰国已经2个月了，然后在上个月呢，我跟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泰国的艺术，学习了泰国的乐器，还有舞蹈。然后，在这个星期一呢，我们去参加了泰国大学生乐器表演演奏会。然后就是对于泰国的乐器呢，就是制作非常的精美，然后泰国的音乐也十分的动人。完了以后，老师也一点也不凶，对我们非常的好，然后工作也非常的负责任。然后就是在准备表演的过程中，我们训练训练要非常的晚，然后每个老师对我们都非常的好。然后回到了中国，我们可以将泰国的乐器舞蹈传播给喜欢泰国文化的同学。我们是来自中国的学生，然后因为有幸能够来到这边学习，然后还能接触这个泰国的传统乐器，然后我们觉得泰国传统乐器很有趣，也很好玩，然后我们能够对泰国的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。然后也很感谢我们有机会能来到格乐大学，我觉得在这个学校我们遇见了很多好的老师，然后，就是对我们都很好，特别是在那个文化艺术中心的老师们，就能够教给我们在音乐方面的一些知识，我觉得很棒，很不错，而且他们对我们都十分的好，就非常感谢能有这次机会，谢谢。